Hey.
大反手，我搓反手大变动手，我是提前想好，不是现在吗？我直接来了，我等对方输了，一拉上一拉，我也没有准备，不要，好吧？再有一个侧上，因为侧上手你必须要解决，解决的唯一办法是什么呢？这样你就要是大胆去挡，你这儿越不敢接，对方越有信心去冲你。这个球你必须要解决好，你哪怕你输，你要让对方知道，哦，他注意点，他加力挑我了，我要换一换落地。你要让他去这样想，所以你要大胆的要去挑他，你知道吗？自己发球你还记得，你接好他发球，他自己发球接的也不怎么样。但是你缺少的是什么？发完球的第二板的主动进攻，你没有发抢，所以对方就肯定了，我接过去，他也不拉我，他也给我搓回来，也是轻拉过来，不要。发完球往回，知道我该发力，一定发力，发力完了我还没去拉他，知道？你要给对方造成心理压力，你让他接发球用。我拼命去控制，我控制不好他就冲我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等于你不去冲他，你赢不了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你控制水平低了，我控制两下，他失误了，你知道他有水平，但那不办。你让我给你讲这几点，你要再讲一个去用，好不好？你要大胆去给他冲，没有问题，听着，好吧？啊。
贴吧群也是，然后我跟你说，你一定要现在大胆去聊，现在大胆加力去说，你说不出质量来，对方一拉你，根本没办法。那你要说不出质量，你要想办法让对方拉不开手，我让他去掉，掉你，我才能有机会加上力，我才能转换到相识道。你现在是转换不到相识，那前三板过不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别笑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你现在你不要考虑说你遇到我遇到训练了，你打打八小时不行，我花一正手短球，他一抽，我确实我到正手，最后我把你冲那一下，冲完他到反手，我加力，行吧？砰，直线长的发完发到反手，我反手砰加力，刺到他斜线，你加点力你试一试，输就输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这样这么稳的打，这么保守打也是输也是死。另外接发球，我是不是可以我一放慢，我加力，我加力下圈，我加力到底线，你掉吧，掉完我加力去压你，我加力，甚至说我可以反拉他，对不对？你防搓个半高，对方一冲你，轻碰一个半高，对方一冲你，你也是，那你就注意我，就放开我，让我放开来，我两边加力去打他，试一试，好吗？来，啊。冲不了你了，你蹦是蹦不转的，懂吗？啊，好吗？啊，来来来。